微微，来一下三生石，我们把侠侣解除了。为什么呀？抱歉了，别有原因了。我会给你套逆天装备作为补偿。还有分手费？不用了，我马上过去，回头见。你来了，微微，真的很抱歉。没关系，我们过去吧。今夕何夕，明月依旧，爱恨几时休？沧海桑田，阴晴圆缺，缘分最难寻。喝下忘情水，侠侣变路人。芦苇微微与真水无香感情破裂，从此缘尽，各不相干。我还有任务，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这套装备你还是收下吧，就算是我对你的补偿。真不用。结成侠侣也是为了做任务，散了也不用有什么负担。我去日常了，以后有机会再一起打怪。嗯，那好。微微，你还有心思采药？怎么了？你还问我怎么了？你和镇水散了？是啊，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。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听说他马上就要跟小雨夭夭结成侠侣了。小雨夭夭？你不知道？就是那个幽梦天使评选第一名，人称倩女第一美人呀。你快去官网看看吧，别采药了。我这就去看看。真的散了？嗯，我们本来就是为了游戏任务才结成侠侣的，你也别多想了。还是觉得很可惜啊，其实真水人还挺不错的，没想到也会为色所迷。不过那个小雨夭夭的确挺漂亮的。哎，听说小雨夭夭以前的目标是装备评分榜上的那谁，没想到会跟真水在一起。不过前阵子常常看见他俩在一起练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也不怪真水了。微微啊，其实什么？你操作这么强大 ，PK 榜上排第六，而且从来不问男的要装备，又不发照片，其实大家都怀疑你是人妖。哎，人妖？不带这样的，不给看照片就是人妖啊！这个看脸的世界还能不能好了？喂喂喂，你堂堂戏花的这么说，我们其他人还要不要活了？安静点，我正看到关键的那啥，带入自己是女主呢，就被你给拉回现实。恭喜真水无香侠士和小雨夭夭女侠山盟海誓，喜结侠侣。哎，真厉害啊！真厉害啊！真厉害啊！
好看了。就是，有本事喝个奶屎呢。对呀，我们俩一顿开玩笑呢。水无香这一次能包多大的红包？888888，反正我只要888。我现在不禁想到了芦苇微微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心情啊。哎，芦苇微微，这是芦苇微微吗？大家看到没有啊？我看到真水无香的潜侠旅站到朱雀桥上了。哎，是啊是啊，看到了，真的。我看见了，我觉得她的背影好悲伤。看世间，从来只见新人笑。哪曾见那旧人哭啊！我去，今儿可热闹了，他可能要来抢亲啊！清本佳人何必呢？哎呀，为什么这么招摇啊？抢了侠侣，当然要出来献一献了。小雨夭夭不要脸，小雨夭夭不要脸，真的不要脸了。玩家小雨夭夭不要脸，108用语不文明，禁言24小时。那个芦苇微微怎么回事？被人甩了，居然还有脸来捣乱。就是真水，你怎么做事的？那个恐龙肯定是看不惯夭夭故意过来闹事的。我们夭夭都被人欺负了，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对啊，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别怪真水，他也不想的，我相信他。夭夭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这样。